Hello, Michael. This is Saipan speaking. Do you hear me? Hello, Michael. This is Saipan speaking. Do you hear me?女士们、先生们，请就坐。大家好，希望你们午餐愉快。那么现在呢，我们要开始今天下午的会议了。请坐到靠近前台的地方。好的，现在我们开始。大家早上好，中午好，晚上好，不论您处在哪里，欢迎来到这场 IGF 的会议，不论您是在线参与还是在现场参与。那么，我将会作为这场会议的协调人。好的，我们继续测试一下视频。大家下午好。那么这节会议呢是动态联盟，也就是全球数字契约的动态联盟。那我的名字是 Marcus Kummer，我是这节会议的联合协调人。在我旁边是 Yuta Ku，他也是一位协调人。那么这节会议呢，将会分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就是动态联盟怎样能够，为 IGF 做出贡献。第二个部分呢，就是，那么动态联盟怎样为全球数字契约做出贡献？那我的专家组成员呢，第一位是联合国秘书长技术特使 Amandeep Gill 先生。那么，在他旁边呢是 Mitchell，他也是 Paul Mitchell，他也是 MAC 的主席，同时也是我们的领导专家组成员。那么，在他右边呢是 Mark Cavell，他将会，是这节会议的报告员。那么，首先我想说一下，那就是动态联盟呢是在首次 IGF 会议，2006年的 IGF 的会议时提出的。那么当时是一个理念，这个理念呢，它是需要我们的年度会议以及，后续的会议进行探讨的。我们当时呢就把它叫做动态联盟。现在我们已经有24个成员了，他们都非常多样化，而且也是自我形成的，而且是一个自助的
自治的这样一个原则。那么这是一些非常基础的理念，而且我们也会编制年度报告。那么今天呢，我们将会对此加以讨论，来看看这个模型是否需要得到进一步的更改。那么现在我要把话筒交给 Mac 主席。不好意思，我刚刚忘了介绍我们的这个在线的协调员 Tatiana。Tatiana， 也许您也可以说两句。那么待会儿呢，我会邀请你在负责网络的这方面的协调。那么同时您也要关注网上的一些问题，帮助远程的参会者参加会议。Tatiana， 有请。非常感谢，谢谢大家，谢谢这些在网上参会的同事们。我想说我非常高兴能够参与这场会议，并且是参与动态联盟。我们都知道 IGF 的会议是每年要开一次大会，但是休会期间呢，我们有一些机构性的流程，我们把这些工作分成不同的渠道。那么在今天的这场会议呢，我将会是非常严格，我会是非常鼓励大家提出问题，并且希望能够通过这场会议呢获得一些成果。那么现在把话筒交回给 Marcus。 非常感谢 Tatiana。 另外我还需要介绍一下互联网治理的一位远程的专家组成员，他是互联网治理青年联盟的一位成员。首先把话筒交给 Paul。 非常感谢。我觉得呢，就是我们现在已经有24个动态联盟了，他告诉我的就是呢，我们希望采用这种共同的目标来获得协同效应，不论是新的产品，还是制定新的政策语言、新的监管人、监管理念，他们都是通过一些有共同想法的人员来参与，来组确定的这样一个共同的目标。这对我来说是非常有用的一个流程，来制定标准。因为这些标准它是构建高楼大厦的基础，它们是一些基础设施，并且能够确定哪些是问题，而且我们需要怎样去解决这些问题，以及我们要需要什么样的声音和什么样的职责来应对和实施这些解决问题，并且对政策加以实施。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创建了一个充满活力的经济。那么我们展望未来，看到了各种各样的机会，但是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呢，就是这个主题它取决于每个人的看法、每个人的观点、需求和期望。鉴于此呢，这是一个旅程，它是需要所有人都参与进来。在我们继续向前发展的过程中呢，我们认为 IGF 以及这个模型呢，应该能够在 IGF 的这个环节中找到一个流程，或者是说在 IGF 的这个环境中找到相同的理念。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确定一些复杂和重要的理念。
并且要考虑到具体的实施时间，以及我们的工作背景。我们要查看当前的这些措施和方案，以及要了解像继续发展的过程中呢，我们要怎样去做？不好意思，我现在头脑有点空白，我待会儿再说吧。非常感谢 Paul。我想说这场会议呢有非常明确的这个时间限制，所以我们请求所有的专家组成员都能够有三分钟的发言时间。现在我要把话筒交给Jutta Cross。非常感谢邀请我参加这场会议，我代表着儿童权利的动态联盟。那么这个工作呢是在2007年启动的，并且我们把它叫做儿童在线安全动态联盟。那么这个动态联盟的目标呢，就是联合国秘书长在数字合作路线图中确定下来的，那就是打击全球儿童的性剥削和虐待。当我们启动了这样一个联盟的时候，我们把它重新命名为儿童网络安全动态联盟，并且保护儿童权利和数字儿童在数字环境中的权利。因为我们需要保护所有人的人权，包括儿童的权利。那么而且儿童是一个弱势群体，因此我们更要通过联合国公约来保护儿童的权利。那么在通用评议25中呢，我们有许多成员国都谈及了这个问题，并且参与了我们的工作组来实现这一共同的目标。那我想说儿童的权利的具体的细节是在互联网治理过程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而且是前沿的问题。这也是为什么我来到这里参会的原因。我们需要有这样一个动态联盟，并且我们要与其他的平台进行合作，来与互联网治理生态系统的其他平台进行合作。儿童权利的动态联盟呢，它有一个核心的战略核心，那就是要求多利益相关方模型通过对话来促进人权，为儿童提供倡议，并且保护他们的权利，保护他们的自由。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要求保护社群的表达自由、言论自由，这是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当我们来看看，技术的发展的过程中呢，比如说一些新兴的技术，包括物联网、人工智能，还有一些元宇宙的一些创新技术，所有这些都影响着我们的生活，不仅仅包括儿童的生活。因此这些内容也都需要进行讨论，来看看他们对儿童有什么样的影响。根据第12条，我想在这里引用，那就是保护隐私的权利，同时也有一些模糊性，隐私需要得到保护，不论年龄是如何。与此同时，隐私还需要保护隐私需要取得一个平衡，例如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要保护儿童不受剥削和虐待。好的，现在把话筒交给 Yuta。现在把话筒交给 Rout， 我们的技术特使。下一位演讲人是安全和安全联盟的互联网标准。大家好，我的名字是 Walter Nodges， 我负责互联网的安全标准。那么我想指出的呢，就是我在这里希望能够获得大家的这个反馈意见。我这个话筒有点问题，请稍后。
现在好些吗？好的，我现在从头再说一遍吧。我是 Walter Nash，那我现在提出我想提的问题。那么，IGF 将怎样确保 多例相关方模型能够参与进来，来参与这样一个动态联盟，并且尽可能的获得最好的结果、最佳的实践和指南。我相信这个问题是具有相关性的，因为在所有的休会期间的活动，比如说 BBS、政府网络等等。我们都在做这项工作。那么，有关动态联盟呢？我们有一批的专家和学者，他们专门关注这一个议程和项目，从而呢，通过他们的辛勤的工作来实现我们的这个动态联盟的结果。那么，为什么这个问题如此重要和具有相关性呢？我想说。我自己对动态联盟的这个，工作呢，就是我通过协调和合作，但是我们不涉及内容问题。I3C 已经给到了我们这样一个具体的箴言，我们的目标是确保互联网是一个安全和可靠的地方。那么 IGF 这节会议呢，我们要确保我们有三个全球的研究。第一个呢，就是要确保对物联网进行一个全球安全设计的一个研究。第二点呢，就是要加强安全教育和技能。第三点就是数字治理和安全。所有这三个方面呢，我们都有专门的工作组，并且提供相关的建议。那并且是确定这些方面的最佳实践。那么我们要怎么去做呢？我们要，看看是否有一个平台或者是机制能够帮助我们分享和分散这些结果，这些问题变得越来越具有相关性。那我们期待我们要有10个工作组专门处理这些问题。那么我们已经在 Mac 中确定了具体的提案来解决这些问题。那么，我们还需要更多的利益攸关方参与进来。我现在停在这里，待会儿再来提出建议。非常感谢您遵守了时间。接下来，我们有在线参与 China Fang，他来自互联网治理青年联盟。China Fang，请发言。非常感谢邀请我出席本届会议，作为互联网治理青年联盟的一员。跟其他的 DC 是不一样的，我们要加强能力建设，青年作为我们下一代非常重要的利益相关方，他必须要有能力来为其他领域做出贡献。今年，我的来自互联网治理青年联盟同事，我们成立了一个工作组，来获得国际社会其他人的意见。青年采取主动来参与到整个的生态系统当中，我们想要领导一些我们感兴趣讨论的议题，或者说那些青年关注的议题。与此同时，青年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首先呢，我们要有知识，能够建设性的参与到其他重点领域的讨论，这也是 IGF Plus 关注的领域。还有另外一节会议上，在全球的青年峰会上，我们讨论了数字扫盲的问题。我们谈到，我们应当将数字扫盲作为必修课。此外，我们还需要培训师，特别是在公立学校的老师们，他们没有能力去传授当今社会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青年可以为此做出贡献。我相信有一个巨大的需求，跟不同的动态联盟展开合作，因为青年，我们要在不同的领域学习
新的知识才能够做出更好的贡献。这对我们来讲，一方面我们要共同的朝一个共同的目标努力，此外我们也需要让青年的声音更加多元化，更加的包容，并能够体现出青年的视角。因此，我觉得以上是我想讲的重点内容，是在今年互联网治理青年联盟当中我们讨论的重点话题。我非常期待继续参与今天的讨论，非常感谢，能够听到青年的声音是非常重要的。有人指出，通常呢不是由移民来制定法律，而是由土著人制定法律。塔提安娜，你有没有一些跟进的问题？或者在 Zoom 聊天舱有没有什么评论？大家好，在聊天舱没有什么新的评论，我听了发言嘉宾讨论的内容，我非常感兴趣。每个人都提到了合作这个议题，就是在不同的动态联盟之间的合作，合作的重要性涉及到我们要有可及的、可行动的输出。对不同的嘉宾 Yuta 动态联盟做了很多的工作，特别是在数字环境当中保护人儿童的权利。你在这个领域有丰富的经验，那想要把你们所做的工作传输到 IGF， 你觉得哪些 DC 是最需要展开合作的？ Jenna 谈到合作，你们是怎么看待在 IGF Plus IGF 加和动态联盟之间的合作这个领域？你觉得我们如何可以简化更好的展开合作？Natris， 我们知道我们需要更多的工具来帮助动态联盟，所以我想问一下，你是怎么看待不同的动态联盟之间如何更好的展开合作？在动态联盟的输出成果，我们会做不同的报告，你是怎么看你们的动态联盟能够把这样的成果能够带到更广泛的 IGF 加这个平台上，然后帮助提升可见性，然后支持我们能够达成可行动的输出？ Marcos， 请你先讲。非常感谢你的问题。 Asia 也在这里，我如果您想发言的话，我们会非常的欢迎您发言。好的，你提的问题就是问我们面临的问题核心，我不知道哪位想要做出回应。我在看 Paul， 您想回应吗？好的，好的，你提出的问题，所有这些如何转化成为行动，我觉得这是最大的挑战。我们要找到那些共同利益者来定义我们如何将我们的输出物加以实施，然后利用
我们的工作流程来最终实现行动的执行。无论呢是从监管资源的角度、政策资源的角度，还有技术资源的角度，关键是我们必须经过适当的流程。我希望呢有一个标准化的开发流程，让我们知道需要做什么，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我们在这举的例子就是动态联盟的输出物。我们知道动态联盟在想办法解决问题。下一个挑战呢，就是了解想解决这个问题究竟需要什么，需要什么样的资源和技能。谢谢 Paul， 非常感谢您的问题。你提的实际上是最难回答的问题。当我们来看动态联盟的工作，我的问题就是我们的产出是提交给UNDESA 联合国的社经部，还是其他的机构？是提交给秘书长的特使，还是给 IGF 的领导小组？所以我们如何获得 IGF 对我们的报告盖章通过？我们有一些想法。我所在的互联网标准安全和安全联盟，我们有一些想法，我们有这样的建议，有这样的结论。我想听大家的其他的意见，这样的话呢，大家可以对我们的建议草案发表意见，最终我们做成一个定稿，那就是到下一步如何把它放到 IGF 的正式网站上，作为一个动态联盟的正式的产出。比如说我们需要 IGF 的能力建设项目，或找到区域的 IGF 或者相关的政府机构，我们需要找到一种方法，通过领导小组将我们的产出、我们的结论报告去进行传播。我希望以上能够部分回答您的问题。非常感谢 Watts， 我们也想请现场的听众发言，也许 Yuta 随后也可以做出回应。是的，我认为提的问题有24个或者23个不同的动态联盟，我们希望展开合作。就在数字环境中，儿童权利动态联盟呢，我不会说一项权利优于其他权利，所以我们动态联盟也都是平等的，将数字环境中儿童权利它涉及到大部分的动态联盟的工作当中。我们倡导儿童最佳利益作为联合国公约第三条，我们要考虑儿童的最佳利益是什么，这能够让我们向前迈进一步，让人权和儿童的权利在数字环境中得到保护，得到尊重。我们在 AI、IoT 等领域与其他动态联盟展开合作，还有在核心的互联网
原则也展开合作。当然呢，我们会有辩论，什么是互联网的核心价值，它是不是纳入了儿童的最佳利益，并且纳入到了最佳的解决方案。谢谢。我看到现场有人想发言，也许呢您可以先在提问之前先介绍一下您自己。非常感谢。我是 Alexander， 我也参与到互联网治理和动态联盟的工作。我在一所学校工作。我们想问呢，动态联盟如何为全球数字契约做出贡献？我们希望有具体的意见。有很多的学校，我有良好的传统，这些学校他们会参与联合国层面的议题。有两所学校，一所学校是我负责的，另外一所学校抓住机会给全球数字契约提交了一份报告。我们可以提交这样的意见。我认为，我也相信这个文件已经上传到网站上了。我鼓励其他的互联网治理学校或者学院来参与到这些全球性的进程当中。当然，还有其他的联合国和全球层面的进程，大家可以参与进来。谢谢。非常感谢。我们会有一个互联网治理学院的动态联盟的代表在第二节的嘉宾讨论的时候会发言，那到时候我们也欢迎您的参与。我是想说线上也有参与者提问。我觉得 Jenna 好像举手了，您请讲吧。好的，之前我确实是举手了，想回应一下您的问题，也补充几个点。现在呢，青年人与其他的动态联盟不太一样，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进行年度的报告。那青年的动态联盟呢，工作量很大，那才能，我们希望呢，整个的这个体系呢，能够结构呢，能够更高效一点，这样我们可以把关注的重点呢，放在能力建设等等工作方面。如果我们要谈论为这些真正实际的政策的进程做出贡献，我们就需要在 IGF 来创建这样的条件。我们现在呢确实是需要这样的渠道和途径，能够让青年的声音得到倾听。IGF 应该做一些工作，让不同的动态联盟把相应的内容上载到网上。我们去年呢是在网站上从不同的部分呢上传的新闻到网站上。我非常感谢非洲能够把亚洲青年的对于亚太地区的评议能够张贴出来，把他们展示给不同的利益相关方。我觉得这是一种很简单明了的方式能够进行协作。
我相信专家组的成员以及动态联盟的成员是可以很轻易的为新来的朋友们提供洞见和意见。刚来的人们呢，所有的东西都对他们来讲都是新的。不同的动态联盟中的峰会，多去参加对他们将会很有好处。这样的话呢，我们长期来讲呢，也能够把自己的能力回馈给整个社群。我们说过要弥合不同的青年社群之间的差距，所以对于新来的成员的能力建设也很重要。那如果是五年是一个跨度的话，那我处在这个时间跨度的中间位置。我现在正在试图在某一个方面呢有一些专注的研习，但是呢现在我还是觉得自己的知识是不够的。这样的协作，我指的是在不同的动态联盟之间的协作，是我想看到的。最后呢，来自于青年社群的评议是我们的工作应该改进的部分，用什么样的方法论以及使用什么样的工作组来做到这一点是我们需要讨论的。我觉得青年群社群应该参加到各个不同的动态联盟当中去，使自己的声音得到倾听，来改变这种青年的声音没有被听到的局面。好，塔提亚娜，谢谢你。你有要评议的吗？马克思，刚才我把话筒交给你了。我们在探讨当中呢，感觉到，Paul 刚才讲的是接洽和外展，来创建一个促进这种可行动的操作的一个进程。那因为在世界上很多地方，在不同的地点，大家创造出来一些政策，然后把他们提交给政策制定者，但是他在多大程度上是可以采取行动的呢？IGF 以及 IGF 加是不是是不是一个合适的渠道来进行这种流程和进程的传递？那实际上我们是在用问题，用提问来回答问题。那这样的动态联盟，那有些动态联盟呢是更加成熟的，有些呢是已经可以被大家看到了，有一些呢还在发展壮大当中。有的动态联盟呢还在一个成长的进程中，他们需要有更多的能量注入进来帮助他们成长。所以我还想提一个问题，马克思当然可能后面也有问题，有没有办法来改变一下 IGF？ 能不能在 IGF 当中加一把劲儿，推动一把，能够推动出可以行动的成果？这就是我对不同的这个动态联盟的一个问题。好，谢谢。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结束我们第一阶段探讨的一个方式，也就是说各个的动态联盟的代表大家都来讲一讲我们希望看到什么样的一个成果。在听到了大家的探讨之后，先从您开始吧。好，我想看到我们都能够认可
互联网治理不要只以竞争的眼光来看，要以合作的眼光来看，这是我最希望看到的。好，谢谢，讲得很好，很简短。那我想先回答 Tabiana 的一个问题。首先呢 ，IGF 是唯一的一个平台，在这里，大家可以平等的参与探讨所有的国际标准，都是更具体的问题了。看待 IGF 的时候，动态联盟是不是受到了邀请，或者是整合到了某种准备性的这个流程当中？那这才是实质性的一个成果，才是 IGF 的政策探讨的一部分。我相信，就像这个联合国秘书长特使先生刚才讲到的，我们这里是一个政策的孵化器，我们需要纳入在我们需要在数字合作当中纳入 IGF 的更多的成果。我希望呢，我们的今天的探讨能够帮助全球 IGF 的社群来向前推动各自的工作，把他们的工作整合到各个的动态联盟当中去，推动更有效的 IGF 的成果。谢谢，谢谢 Paul。大家还有什么要说的吗？我想说，我是 Jenna， 我想看到不同的动态联盟之间的一个协作，这是我们达成所有的目标目的的途径。这可能是我自己的一个观点，但是有的时候我们提出的这个问题并非是一个成果，但是它却是在这个达成成果的流程当中比较重要的。我们可以探讨这些话题，并且让更多的人能够参与到这些话题的探讨和进程当中来。好，谢谢。我想说，有这样的进程能够使我们的目标更具有实质性，更是一个实质性的成果，这是我想看到的。好的，谢谢大家。各位专家组的成员，你们可以，我们第一部分的探讨就结束了，你们可以选择留在这里等一会儿，也可以暂时的离开。如果有想参与的也请就坐。Gupa 博士你在吗？好，在的。好，请加入我们吧。好，我话不多说，您可以Amadeep， 您有两个选择，一个是说一下自己的看法，或者呢您想听一下您对于全球数字契约的意见，特别是在这个动态联盟方面呢，他们有什么可以贡献的。谢谢你 Marcus， 听取之前的演讲嘉宾，他们进行了非常详尽的介绍，而且我也听到了这个参会者的不同的问题和回答和评议。在全球数字契约当中呢，我们要看到，首先呢，就是在磋商的阶段，我们的目标是使用一个多利相方模式的框架，然后体现多样性，体现包容性，来推动全球数字契约的协作的进程。所以不同的这个动态联盟大家已经提到，比如说这个
学校互联网治理学院这方面的，他们的就是所有这些不同部分的意见都非常的重要，比如说数字健康这方面的话题就与此息息相关，这些都是我们长期的挑战。另外呢，我想说 GDC 并不是一个结束，在不同的利益相关方当中呢，他们有自己的做法，大家所处的领域也不一样，所以这个联盟很重要，不仅是磋商还有意见很重要，并且呢我们的实践也很重要，对于全球数字契约来讲。那另外呢，我们还谈到了一些挑战，不同的成员在技术的层面，在经济和社会层面的影响是什么样的，技术在这些方面的影响是什么样的，大家都有所探讨。我们对于更多样化的参与是不是再多一些考量。另外呢，就是是不是有这样的渠道把我们的想法转换成实质性的成果。那领导专家组已经提到，那我们这个专家组的一个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引领 IGF 当中的探讨，这其实就是成果。另外呢，在 GDC 之后会有多种多样的机会能够让这些讨论的成果呢转换成实施的情况。最后呢，我想说这样的一个概念是非常有帮助的，非常强大的。那么如果我们看到我们所讲到的数字化的治理以及这个关于数字合作的高层小组，那么我们还有这个 IGF 加这样的一个模型，那么也是被我们选择的，那么我们有共同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主题，那么也就是我们希望能够将不同的团队能够聚集到一起，那么我们需要去使这样的这个动态的联盟和联盟的协作产生这个一系列的这个作用，产生一种这个孵化器的作用。好的，非常感谢。那么您给我们讲的这个关于动态联盟的这些意见呢也非常令人鼓舞。那么我们还有远程参与的这个成员，那么有包括关于这个性别的这个动态联盟，还有这个健康技术的动态联盟，那么还有 Franklin 是来自于互联网权利和原则联盟，那么最后呢我们还有来自于这个数字原生的代表，那么是来自于这个互联网治理青年联盟的 Marisha Abdo， 那么有请这个在互联网与就业动态联盟的这个 Rajendra 教授来参与我们的会议。那么首先呢，我们有请这个关于性别和互联网治理的动态联盟的 Bishika Datta， 那么非常感谢邀请我来参加今天的关于性别与互联网治理动态联盟，代表这个联盟来跟大家讲几句。那么首先呢，我想强调的是这个性别的重要性，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全球数字契约的原则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性别的这个原则。那么我们知道呢，
这个全球数字契约是希望能够形成一系列的全球的这个原则，来帮助我们实现开放的、可互用的这个自由的互联网。我们讲到自由的时候呢，我们实际上需要考虑到性别。那么在使用数字技术的时候的自由，不仅是取决于连接性和访问，而且呢也是取决于性别。所以这也是取决于我们的是您是性，您是男性还是女性，还是在什么特别的地点。那么所以呢，我们需要去讲到这个安全的互联网的时候，我们知道在全球的互联网安全这方面，尤其是在线上有很多骚扰，还有暴力，还有滥用这样的情况。那么这些问题呢，都是和性别息息相关的一些问题。所以呢，我们在很多的这个问题上，比如说假消息，那么在过去的两三年中呢，这个问题变得特别的这个突出，尤其是在新冠疫情期间。那么研究表明呢，我们看上去一些假消息或者不实的信息似乎是表面上是没有任何性别的偏见的，但实际上呢是确实有这个性别的意义的。所以呢，我们关于这个性别和互联网治理动态联盟，我们有三项工作。那么第一项呢，我们是这个讨论总体的性别的问题，女性和男性的问题。那么另外一点呢，是在互联网的环境下的这个性别的问题。那么不仅是关于这个暴力，还是关于很多其他的方面。那么第三点呢，是关于这个互联网治理对于女性和其他的这个边缘人群的这个互联网治理。好的，有请下一位演讲嘉宾，来自动态联盟的Herman Ramos， 来自数据驱动健康技术动态联盟的Herman 先生。那么我是来自于莫桑比克的 Herman Ramos。我是代表数据驱动健康技术动态联盟。那么我们这个联盟动态联盟呢，是希望能够分析在健康领域和技术和数字技术之间的这个鸿沟。那么我们是希望能够去利用很多的教育的材料和信息的材料，来帮助不同的利益相关方能够这个以数字为驱动的健康技术促进这些健康技术的发展。那么我们是希望能够有不同的医生技术专家能够共同参与我们的工作，进行合作，来进行不同类型的以证据为基础的研究。那么我们也是在探索这个数字技术和其他的这个数字驱动健康技术动态联盟和其他动态联盟之间的合作和关系。那么我们是希望能够拓展我们的工作的范围，和其他的不同的组织进行合作。那么包括在互联网的治理这方面呢，我们也参加了相关的一些会议和活动。那么我们也是参与了这个其他的社群的工作和讨论。那么我们也是这个收集了很多的一些意见和看法，帮助我们促进数据驱动健康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我们也了解呢，我们的这个工作呢也是比较历史也比较短。那么在数字化的转型这方面呢，我们仍然是处于这个起步的阶段。那么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去提高我们这方面工作的这个可见度，尤其是对于那些医疗人士和残障人士。那么有请互联网与就业动态联盟的代表Rajendra教授。好的，
那么我们的同事呢，也是跟大家做了分享。昨天呢，我们也是听到了这个互联网的创始人之一这个 Windsurf 先生呢，给我们做了演讲。那么关于这个互联网与就业的动态联盟呢，我们在2018年呢，我们当时是2018年所建立的，在巴黎的这个 IGF 的论坛上所建立的这个动态联盟。那么当时呢，我们在这个闭幕式中呢，我们也提到了互联网与就业这方面的这个重要性。那么我们知道呢，有193个国家还在这个 IGF 的论坛上都有代表出席。那么我们有4000多位人士注册在这个 IGF 的论坛上。那么我们在2022年的这个工作呢，我们也是正在进行。那么现在呢，我们还有这个27亿的人口，全球人口没有上网。那么我们看到有很多的这个失业的情况，在过去的几个月中呢，发现了很多的失业的情况。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呢，也是在非洲呢提出了这样的一个项目。那么我们那个项目呢是这个 Create 这个项目，我们是希望能够进行合作，来实现就业和这个在技术上通过技术的这个生态系统，这个创造就业机会。那么我们希望能够确保这个大家都可以上网的前提下，可以创造更多的就业的机会，可以给我们带来更多的这个就业的机会。那么这就是我们的这个动态联盟所做的工作的主旨。那么我们在这个京都呢，也是召开过一次会议。那么我们希望我们的这个最终的报告呢，是能够帮助我们带来更多的这个就业机会，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目标。好的，非常感谢。那么也是您是这个第一次参与我们的会议，那么我们你也遵守了3分钟的这个要求。那么好的，我们 Mariana 呢，有请 Mariana， 她是来自互联网权利与原则联盟，这是一个比较老的联盟了。好的，非常感谢邀请到我。那么在这里呢，我希望跟大家共享一下屏幕。好的，非常感谢，我是 Marianne， 我是互联网权利与原则联盟的代表。那么对于这个人权和互联网的原则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框架，帮助我们去实现这个实现这个实现这个沙米沙伊克的这个宣言。那么我们也是感谢联合国的技术特使这个帮助我们建立了互联网权利和原则的这样的一个联盟。那么我们的这个互联网权利与原则联盟通过 IGF 这样一个论坛呢，和其他类似的这个项目，我们有三个主要的工作。那么第一点呢，是我们是代表了这个互联网的权利和人权的原则和这个宪章，那么将这些原则呢，这个体现在全球数字契约中和其他的合作伙伴的倡议中。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宪章呢，是给我们提供非常重要的这个基石，帮助我们能够去确保人权的尊重。那么第二点呢，我们是提供了这个10年的外展的经验，而且呢，我们是有最新的这个 IPRC 的人权和人权的这个宪章和原则这样的一个文件。那么我们是翻译成了12种语言，包括了意大利语和其他的各个语言。那么我们为什么希望做这样的外展的工作呢？我们是希望能够尽可能多的去接触到这个一些地方性的和这个
社区的这样的一个层面上的这个人士，借助到他们提高这些人士的关于人权的这个意识，线上人权的这个意识帮助我们能够去这个以多边的形式来进行工作。那么我们也做了很多的一些翻译的工作，那么对于未来的这个IGF 论坛和这个全球数字契约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是对于我们的互联网的未来来说都是非常重要。那么我们在这个全球数字契约和2024年的这个峰会，这也就是新社会世界首脑会议上，那么包括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和其他的一些方面的议题，比如人权这方面的，包括线上和线下的人权，那么我们通过这个宪章和原则的阐述也是加强了上述议题的这个重要性。那么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建立一个完全这个包容性的遵守尊重人权以及气候变化和气候适应性的这方面的内容纳入到我们的这个相关的议题中。好的，非常感谢，这是我上述的分享，分享我们的动态联盟的工作。好的，非常感谢 Marianne 给我们的分享。那么我们有请 Baburam Ariel， 他是来自互联网治理学院动态联盟的，那么有请。我们知道我们的这个互联网，我们互联网治理学院动态联盟呢，对于大家来说也非常熟悉，我们是主要是注重于能力建设的这样的一个动态联盟。我们是为相关的这个政策的内容和标准的内容进行贡献。那么我们对于这个用户和创新者，在互联网治理这方面的用户和创新者以及利益相关方和他们进行合作，他们都是这个基层的参与者，那么他们都是基层的参与者，共同和我们建设了一个非常大的这个生态系统，来帮助我们实现 IGF 论坛的目标，各项目标。那么我刚才我们的这个技术特色也讲到了，那么我们的互联网治理动态治理学院动态联盟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联盟。那么它也涉及了草根成员的这个合作同互联网治理论坛之间的合作，那么使得这些原则和政策都可以被运用于给草根民族，并且把这些草根人民呢能够带到地区性的 IGF 以及其他的论坛中去。这些 IGF 论坛可以说是我们之间知识和创新在全球层面上进行了一个连接人，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倡议，特别是针对下一个契约来说更是如此。那么我要代表互联网治理动态联盟学院，我建议下一个契约呢将要促进动态联盟的各种平台，这使得我们能够有一个共同的合作平台。那这个论坛呢也将是动态联盟的一个论坛，使得我们能够把流程标准的这样一个进展还有一些非常好的建议都给到联合国，带到联合国及其倡议之中。所以呢我建议通过这种方式，我们要从最开始的互联网治理的学校开始，然后同时呢推动互联网治理论坛，并且要把这些可持续的这些项目呢带到地区层面的互联网治理学校里面去，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契约要解决我们目前的这个倡议，我建议这个契约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如果是真能这样的话，我是非常感谢的，感谢你们给我时间发言，非常感谢刚刚这位同事的发言。那我看到了，就是经过我们的讨论，动态联盟呢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多样化的一个内容，它涉及各种各样的话题。那么现在呢我们还有一位代表，他是来自青年联盟，
Marisha， 有请。非常感谢，大家早上好、中午好、晚上好，无论您是在网上参会还是在现场开会，我是 Marisha， 我代表青年，联盟，互联网治理青年联盟。那么我们的代表呢，来自全球各地。我们的工作主要是做出贡献，来确保年轻人的声音能够被人们听到。我们在所有的各个区域都进行了这项的工作。那么一个重要的部分呢，就是数据。我们收集各方面的数据，为全球数字契约做服务。在每个地区呢，我们的代表都在那里搜集各个地区的数据，从而把这些数据，纳入到我们的报告中去。另外我们还举办网络研讨会来分析这些数据。那么有了这些网络研讨会呢，我们在各个不同的地区呢，以及地区的互联网治理论坛中也对这些数据加以探讨。另外我们还有一些工作组，比如说性别问题，还有一些网络安全问题，还有年轻人的声音也都被纳入了进来。我们还有我们在全球各地各个不同的地区都有我们的代表，他们都在当地进行对话和交流，然后把这些年轻人的看法和意见汇总列入到我们的报告中去。此外呢，我们还进行了大量的协作的工作，不仅仅在青年联盟中，我们还同其他的机构有着联系，比如说互联网协会。那么这个工作呢，也是跨地区的，而且是具有结构性的。那么从我们的社群中能够获得的结果呢，那就是我们的结果是跨全球的，而且我们也对我们的收集的数据进行了一个验证，而且这是值得信赖的数据。那么这些数据呢，对任何讨论都是非常有益的。那我们也是非常希望在各种对话中让年轻人的这个看法和意见被纳入进来。那么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工作它代表着青年人的正式的声音。那么我们也是非常希望积极的参与到互联网治理的问题解决的流程中来。我们所取得的一个重大成就呢，就是通过合作协作，在互联网治理论坛上，不好意思 Marisha， 你需要快点说。的确，在 IGF 中我们已经提交了我们的提案，而且已经被接受了。那么在之后我们有一个专门的青年联盟的这样一场会议，那我们的报告员将会向大家介绍我们所做的工作。那么年轻人在这个互联网治理这个领域内做了哪些的工作和哪些又取得了哪些进展，我们会在那场会上给大家介绍。Tatiana， 您有其他的问题或评论吗？有请。看看 Zoom 聊天室中是否也有人想要发言。Tatiana， 有请。非常感谢。我想说我和 Maria 的看法是一样的，因为他谈及了这个互联网的这个原则，我是非常同意他的看法的。那我感谢大家所做的讨论，向我们分享了你们的工作的这个进展，我觉得是令人鼓舞的。那么我想谈谈
有关这个数字空间和这些政策这一块，我想说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仅仅要确定行动方案，我们还要找到我们所面临着哪些挑战，而且我们还要证明我们所做的工作哪些对我们的议程有影响，哪些是有效的，哪些是不奏效的。所以我想说呢，Marcus， 如果你还有其他的问题想要问我的话，可以随时问我。那我想问一下你们的一个问题呢，就是在这个全球数字契约中呢，你们所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你们觉得在哪些地方需要更多的精力？那么我们可以怎样帮助您？ IGF 能够怎样帮助您？那在这个全球数字契约这个大的框架下，你们都遇到了一些，分别遇到了哪些困难和挑战？非常感谢 Tatiana 所提的这个问题。我想问一下我们的专家组成员，看看谁想要说一下。我要等一会儿再说。Hufus， 有请。非常 Tatiana 所提出的这个问题，那我想说最为重这个问题呢很重要，而且我也想说呢，全球最这是可以说是全球最为重要的一个平台，而且它是非常有实力的。那么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共同合作，要把这些可有形的这个项目让他们能够得到实施。Babu， 有请。非常感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 IGF 呢，它是互联网治理，我们有许多新的创新型的理念，而且它也是非常兼容并蓄的。最近呢，我们有许多的地区的国家级的 IGF， 都在举行。那当然了，还有互联网治理的动态联盟，他们也给到了我们许多的问题，比如说性别问题啊，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主要问题，包括 AI 啊，也都是在草根层面上进行了探讨。所以呢，另外呢，我们还在讨论就是残障人士怎样参与到这个过程中来。那么我们要让这些理念呢变得兼容并蓄，而且具有创新性，这是非常重要的，对于互联网治理学校来说。非常感谢Marcus。 是的 Polly， 我们有一个远程的问题是吗？是的，有请这位远程的同事 Mushak， 你可以发言。我想回答刚刚所说的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们找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互联网治理，它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一个很难的理念，即使好多人他们都在互联网中摸爬滚打很多年，但是互联网治理却是一个非常难以理解的一个治理概念，很多人没有办法完全能够理解这个理念，因此呢，他们也不知道要怎样参与进来。所以我们希望IGF 能够就这方面呢给我们一些帮助，给我们一些指导。 Tatiana 发言，的确您刚刚所说的同多样化有着紧密的联系，也就是说让更多的人参与到这个流程中来，要确保参与的多样化。当然了，这也是我们所面临的一个挑战。我想问一下 Mariana， 刚刚您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样的看法和意见呢？ Mariana 发言。谢谢 Tatiana。 我想说这是一个很难的问题哦。那么这些问题和挑战呢是我们共享的，因为我们是一个大的选区，大的社区的成员。那么在动态联盟中呢，我们有我们的章程，在
章程中我们谈及了人权，谈及了这个安全，谈及了儿童权利，但是那么现在我们还关注隐私问题，那么这些问题都是很重要的，但是这些问，尽管这些问题很重要，但是他们却不包括所有的人权。那么在我们的章程中呢，我们这些章程已经编制了有10年多了，但是他没有考虑到一些新的有关人权的事物，因此我们要展望未来，把一些新的有关人权的项目纳入进来。这其中包括数据搜集啊，各个利益有关方的参与啊，还有技术社群啊，等等，这些人员都纳入进来，来考量我们要怎样去面临和应对我们的挑战。另外呢，除了确定这个章程和我们的行动计划以外，还需要有更多人参与进来。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希望联合国秘书长和技术使节能够在这方面给予我们指导和帮助。Marcos， 有请。非常感谢 Marion 刚刚所说的，您刚刚提出的这个问题呢，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那就是怎样把这个动态联盟，因为动态联盟它是一个自由开放的这样一个联盟，那我们又怎样把这个动态联盟同 IGF 能够有一个很好的紧密的联系？您刚刚只说要加大人们对动态联盟的认识，的确我们也是需要在这方面做得更好，而特别是我们在现在在开这个 IGF 的大会，我们就更是要关注 IGF 同动态联盟之间的联系，所以这个问题我们是可以进行深入讨论的。那么 Hammond 您想要发言吗？还有 Mauricio， 非常感谢。我想说呢，有一个变化，那就是把这些有形的项目确定下来，当我们同全球各个不同的组织建立合作伙伴关系的时候呢，我们在确定这些不同的技术的时候呢，我们有时候会碰到一些问题，因为没有一个行动计划。信息材料、教育的材料，我们并没有这样的建议和需要实施的行动，所以我们需要提供有形的输出物，让不同的机构、不同的利益相关方参与到 IGF 当中，并且作为合作伙伴做出贡献。谢谢 Mauricio， 请发言。作为互联网治理青年联盟，我们有非常美好的有关包容的体验。在我们提交了13个建议，11个都被接受了，所以可以说对我们跟在以往的 IGF 论坛的体验来讲呢，今年的体验有了很大的改观，我们更多的感受到了包容性，我们看到有更多的女性和女孩的参与，由此呢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参与到互联网治理当中，我们在跨区域合作上面临挑战，比如说我们不能够在线下跟亚洲和欧洲的同事进行交流，因为我们缺乏必要的支持，我没有办法组织线下的会议，特别是针对欧洲的同事，有些情况下呢
非洲的青年代表、亚洲的青年代表，我们没有看到来自其他区域的青年代表参与，因为我们没有获得跨州旅行的支持。最后呢，我想说，我们提交的会议建议，我们是采取了主动性，在 IGF 的生态体系当中，我们希望提升自己的声音，我们要组织自己的会议，然后希望有更多的青年参与进来。非常感谢，我们都很有共识，青年对于 IGF 的重要性，特别是数字原住民的重要性。我不想讨论我们面临什么样的挑战，我想介绍一下我们所面临的机会，向我们的其他会协调人一样，在动态联盟跟技术特使一样，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有 GDC 作为指南，我们要考虑好，有的时候我们更多的关注理论而不是实践，因此我们现在可以做好准备，更好的做出贡献。接下来我们也许请欧盟的互联网治理的学院在未来可以做出更加具体的建议，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我们面临着机会，面临的挑战，我们有专业的知识去应对这些挑战。Gupta 博士他谈到了就业，动态联盟他谈到了我们所面临的机遇，我们讨论当中不能够忽略这一点。我们通常有大量的工作是没有被认可，所以今天呢，我们要认可这些幕后的工作，比如说数字健康。过去几年我们看到有这么多的论坛都出现了，有很多呢是由世卫组织为中心的，还有全球的卫生峰会，全球的数字健康合作伙伴，所以我们要做出更多的努力来提升工作的质量。前面我说过了，Paul 也提到标准开发的流程，标准呢是要相互竞争的，有的时候我们会选择一个标准。在这里我们的机遇就是你的工作的质量是不言而喻的。我们已经看到了很多的高品质的工作的例子，非常感谢。我们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我想邀请在线或者线下的听众发表意见。我可以吗？请讲。有一点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在IGF 秘书处和 DC 协调人之间的互动，我们有人说需要获得更多的支持，也获得 IGF 秘书处更多的协调。那有的人会谈到了动态联盟的自治性，那就这个问题有不同的观点，那我们如何才能够达成一致的决定呢？Marcos， 在 Zoom 有人举手，
也许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好的，莫瑞昂请发言。谢谢您提的问题。我不认为我们的目标是达成统一一致的决议，如果我们是统一一致的，那就没有多样性了。多样性就意味着不是完全一致的，所以我们要尊重不同的意见。那不同的意见呢，不仅仅能够共存，而且能够蓬勃发展。这是人权的网框架，就是这么开发出来的。因此如果大家有不同的意见，我完全都能接受。我们当然呢要管理不同的意见，我们要有机制，但是我们不是在建设一个乌托邦。我非常尊重您提的问题，但是我们要认识到不可能做到完全一致。在把话筒交给其他人之前，珀也提出了一个有关过程的问题，在 IGF 秘书处如何帮助动态联盟，而动态联盟同时呢要保持自己的自主性。我想确保我们在线的嘉宾的声音能够听到。巴沙卡请发言。我觉得我们意见并不是那么有差异。动态联盟呢的确需要有一定的自治性，我们要做自己的探讨，然后有自己的专注点。同时我们认识到动态联盟的共同日程，我们可以实现一个陈述的效应。如果我们能够密切的通过一个网络的方式来展开合作，因此呢我不认为大家总是彼此之间有冲突。从根本上来讲，动态联盟我们的确需要一定程度的合作，尽管呢我们不必要完全一致。戴提安呢，我非常赞同您的意见。我觉得自治性对于合作是反作用力的，这些都是我们需要改进的地方。只要有决心就能够达到目的。好的，Avridolia 请发言。谢谢，我是 Avridolia。 我并没有看到有什么问题，因为每一种的服务它不可能是一刀切的，所以我们在我的职业生涯当中，我做过大量的秘书处的工作。我们需要提供一系列的服务，比如说有一揽子的服务。抱歉，很不幸呢，我是另一场会议的嘉宾，所以我没有能够全程参与这一场的会议。非常感谢您的评论，你说的非常重要，我们没有一刀切的解决方案。我们这一节的会议时间快到了，我想请每一位嘉宾来做最后的总结发言，然后呢会请特别报告人卡沃再做最后的总结。有点意味啊。尽管如此，我非常感谢所有的发言人，所有的与会者。
我最关注的就是听到青年联盟代表的声音，有关联合国儿童权利法案呢，不仅仅呢，我们要听到所有年轻人的声音，特别是在数字的环境下，因为互联网治理影响到所有的青年人。接下来我请在线的嘉宾来做最后简洁的总结发言，30秒钟。为什么这一点很重要？戴塔女士，在未来我们要认识到，如果有人没有全面接入互联网的权利，那就是他掉队了。我们要打造的未来，我们要朝向全球数字契约的方向去前进，其中包括性别平等。非常感谢 Helma， 请讲。谢谢我们开发不同的渠道，作为青年人，我们需要促进合作伙伴关系，更好地跟其他的动态联盟展开合作。我们不仅仅提供相关的信息，而且通过教育，通过不同的社群，我们来确保所有的社群都能够参与到 IGF。谢谢技术特使，我觉得对 IGF 来讲呢，全球数字契约将是一个非常具有重大影响力的一个项目，我呼吁大家都参与。 Mariana， 对于动态联盟未来的工作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现在呢，在面向全球数字契约的时候，我们要关注技术，它与线上的人权紧密相连。它也影响着我们之后该如何进行设计，我们要考虑环境、气候，各种各样的科技都要在人权的框架下进行探讨。在这方面的 IGF 可以沿着这个思路呢进行拓展。这就是我们工作当中的一些内容。那么我们已经开发出了一些草根层级的能力建设，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信号或者是一个标识。谢谢。 Melissa 请讲。互联网治理论坛的青年联盟是我们参与探讨和对话的一个非常好的方式，我们希望每一个动态联盟的代表，请你们在我们的这个联盟当中呢，也发出自己的声音。我们希望呢，能够与各个动态联盟保持协作，请与我们取得联系，跟我们合作。我们非常乐意为对话和会谈做出贡献。非常感谢各位，希望未来几年能够多多的参与到大家的协作当中去。好，感谢你热情洋溢的发言，这为我们的探讨也注入了活力。谢谢，我今天学到了很多，而且呢，从各位的探讨当中呢，
我感受到了活力。那么 Marcus 刚才也提到了关于风险管控策略，我觉得呢，科技还有商业模式能够在此方面做更多的努力。另外呢，从环境可持续性以及数字环境可持续性这两个方面来看呢，我们的机遇也是很多的。我们可以在性别平等以及儿童权利保护等方面开拓更多的工作空间。我们可以使用对话当中所收集来的这些证据还有数据来推动未来峰会当中的对话。好，谢谢。现在呢是 Mark Cavell， 我们的报告员。大家好，我是 Marcus。 我得说这次主会议的组织者之一，作为这个主会议的组织者之一，我们今天的演讲的质量都非常高，超出了我的期望。那么这对于整个 IGF 的生态系统很重要。那这个生态系统已经发展了好几年了。那我记得好多年之前呢，是第三届 IGF 在海德拉巴举办。当时呢，我们这个几个利益相关方呢聚在一起。我们当时的场景我们还历历在目。那么我们展示出来了潜在的活力，各个动态联盟如何发表自己的意见，利用自己的专长取得成果，谁应该来发出这种成果的声音，这些都是我们非常重要的问题。在 IGF 面临过渡的过程，过渡到 IGF 加的这个进程当中，我们应该将各个动态联盟部署出来，不管是实际的解决方案还是方法论，都是有价值的。所以这对我们来说是，对我们各位来说都是一个重要的信息。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努力为加强 IGF 做出贡献。对于全球数字契约，我们接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帮助，来自于 Amandeep 动态联盟，可以为全球数字契约的形成以及实施做出很大的贡献。抱歉，我得打断您。这是我的错误，我的时间管理不太好，因为我们五分钟之前就应该结会了。因为现在呢，这个线上的成员已经不在会场了，那我就没有再可以补充的了。刚才 Marcus 说的已经非常好了，而且呢，我们的同事也发出了对各个动态联盟的热情的邀请。所以我想请各位向专家组的成员鼓掌。我们今天的会议就结束了，请所有的朋友们
上台来，我们拍一个全家福。谢谢大家，会议结束。